知道我是帅哥姐吗？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我就要还原真相，知道不？阿姨早到上班没有？哎呀，家人们，我不敢出门，知道吧？是帅哥姐们，是不是天太热？不是，是因为我不敢出门，我怕有人来找我打我，知道吧？我怕有人，某些人找人来打我，所以是帅哥姐们，我不敢出门，就是这个原因，知道吧？我是坏女人是吗？来，家人们，咱也不要踢别人，咱也不要敬爷别人啊！你觉得我是坏女人，那我就要还原真相。你可以去加我的真相一，知道吧？是帅哥姐们，你可以去加我的粉丝群真相一，我全部都告诉你怎么回事，知道吧？是帅哥姐们，来，你们也不要踢黑粉啊！管理员是帅哥姐们，管理员你们也不要踢黑粉啊！我就要啊，是帅哥姐们，我就要还原真相，知道不？相信你，加油！谢谢谢谢，是帅哥姐们。来，你们说我做事做的太多了的，是帅哥姐们，来，你们去加我的真相一啊，我还原真相啊。我还原真相，你们说去一总那里上班，他都这样子说我了，我怎么去嘛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可能去，知道吧？本来我是啥也没说，我是来道歉的，说我是卧底之类七啊八的那些，我真的我真服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，某些人是怎么想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叔叔哥姐们，我不知道某些人是怎么想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叔叔阿哥姐们，来，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想还原真相的，你们就在狗皮上扣一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哥姐们，你们想还原真相的，你们就在狗皮上扣一，行不行？叔叔阿哥姐们，来，你们去加我的粉丝群呀，是不是？加我的粉丝团、粉丝群呀，对不对？我给你们还原真相。我也没有什么姐姐啊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只有一个哥哥。我家里面就只有一个哥哥，知道吧？说我是卧底，有什么证据？拿证据说话。说我被收买了，拿证据说话。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？我没有欠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对，求真相，求公正。对，我觉得也是。不想看我们了，给你们怎么怎么样买那么多的，我没有卖假货，谢谢啊，我从来没有卖过，我也没有怎么卖过货啊，你们去找卖过货的人，知道吗？不说嘛，为啥道歉？那我欠人家的呀，是不是？我欠人家一个道歉。我不应该道歉吗？来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为什么要还原真相？你去加我的真相啊！你去加我的粉丝团，你就知道了，知道吧？你就知道了，知道吧？坏女人，没关系，我会还原真相的。知道吗，叔叔阿哥姐们，我只说实话，我也不怕事儿啊。被人打，那我就找帽子叔叔就行了，这有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以前我说是怎么怎么样的时候，你们不说，现在呢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哥姐们？有些人他就是搞不懂，搞不清楚，谁好谁坏，知道吧？某些人就是我还原真相，某些人就是怕别人不支持他，怕粉丝不支持他。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。我黑谁了？我也没有黑谁，知道吧，叔叔阿哥姐们。
来，你们想要看真相的，你们去加呀，对不对？在我直播间，你们也噼里啪啦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我也没有黑谁啊，笑死我了！你们这些人真的，来，你们，我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清白，还原真相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，旭帅哥姐们，我骂谁了？你看到我骂谁了？是谁一直在说我？不会相信我？没事，没关系，去加我呀，是不是？去发那些语音，难道那些语音不是真的吗？难道是假的吗？难道是我自己做假的吗？难道是我自己做假的吗？对不对？是吧？不懂就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乱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实情就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乱说。来，家人们，支持爱莫的人，你们就在狗皮上扣一，好不好？帅哥姐们，我一会儿说一总。让我说易总的是谁呀、啊，叔叔哥姐们，你们要搞清楚，让我说易总的是谁？让我去说易总，骂易总的时候是谁呀、啊？赚到钱的时候怎么不说？我赚到钱了吗？啊，我赚到钱了吗？是我赚到钱了吗？笑死了！谁给我扣一？支持我的人给我扣一，知道不？你早该说出来，我早该说出来是吧？我早该说出来，别人找我呢，对不对？你要清楚，知道吧？叔叔爱干什么？来，你们赶紧的啊！你们要，我现在要还原真相，知道吧？我也不说什么假话，我在直播间里面，我只说真话，知道不？利用我，你哪只眼睛看到别人利用我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被别人收买了？有证据，拿证据说话。没有证据就不要在这里乱说，怕我把证据说出来，对不对？